吃饭，虎皮辣椒。酸辣生姜。盘子肉。吃饭，吃一个香辣牛肉米线。这个两种口味，一个是香辣牛肉的，一个是香菇鸡汤的。不能吃辣的可以配那个香菇鸡汤。清真非油炸。
的太阳。还弄个十二分呢，划算。吃个烤肠。我也想要吃。给我一个。好的。谁先要？我先要。先给你弟弟，要不然。给你弟弟螃蟹。姐妹们，烤肠活动，小亨州的烤肠大活动来了啊！平时只给我们就是发30根，今天到手50根，5包50根，一包是1斤。姐妹们，你们可以看一下这里面的肉。好的，看肉块，姐妹们，一单给我们发50根，那不能叫再没味儿。有黑胡椒，有原味儿。也可以拍混合的，都可以。你去那边吃，带点这么圆。你看这里面的肉块，这里面黑的这个是黑胡椒颗粒，姐妹们哈。看你的螃蟹，你还吃八块？不吃了，不吃了。你看，爆汁，这里面的大肉块，姐妹们。小雨啊，烤肠你们去拍啊。大的都是小的。在外面买一根烤肠都要几块钱。咱这才花几毛钱一根，让咱烤肠自由。收到烤肠，放到冰箱里面冷冻。啥时候吃的时候拿出来煎烤啥的都可以。嗯，还要吃？太热了，我这都是汗，姐妹们。你们去拍了。